好了，同学们，欢迎回来。那么首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阅读，哎，首先是一篇哎初一难度的文章。那么当然还是按照老习惯，我希望你可以把它全读完，或者咱们一段一段来，你可以把 PPT 的第一面读完，然后再跟着菲菲老师一起来学习其中的词汇短语，再做做后面的题吧。好了，暂停一下，先通读一下这一面 PPT 中的文章好吗？好，同学们，那么我默认你已经读完了，那咱们一起来看，开头就出现了语言点。If you see a man talking to a big white dog， 如果你看那个男人正在跟一个大的白色狗聊天 ，although 什么意思啊？尽管 the dog doesn't say much， 废话嘛，尽管这狗不说话，没问题吧？What would you think？ 那你会怎么想呢？那这里我就问你，为什么 talk 要加 ing 这个小尾巴呢？它加 ing 取决于哪个动词啊？注意取决前面这个动词。啥叫 see？ 它的意思叫看见。注意，看见是眼睛发出的动词，我们叫感官动词，人有五感吗？感官动词都遵从这样的词组，叫 see somebody doing。 怎么翻？一定这么翻译，叫做看见某人。我感觉这 doing 吧，特别像现在进行时，虽然比现在进行时那 be doing 少个 be 动词，我翻译着正在进行时的感觉。看见某人正做这某事，做完了吗？没有，只是一个片段。那天我开车在路上走，我一回身，我发现你正在那儿等着公交车呢，我就造了一个句子，我看见你正等着车，怎么说？I see you， 等待怎么说？ Wait for a bus。 然后遇到 see 呢，很好， Waiting for a bus， 这就是 Waiting for a bus， 这就是词组 see somebody doing 的用法。初二上学期我们会详细讲感官动词与实义动词，但今天你希望你记住这个词组，叫看见你正等着车，只是一个片段，全过程你没有看到，我只是当时看见你正等车呢。你什么时候来的车站开始等我不知道，你最终等到车没等到车，你上没上去车我也不知道，只是看呱嚓一个小定格，我正开车，哎，看见你当时正等着车呢。那你在我看见你正跳着舞呢，怎么说呀？ I see you 跳舞 dance 变进行时， I see you dancing， 我看你正唱着歌，怎么说？ I see you singing。 这回是如果你看这个男人正跟一狗聊天呢，啥时候开始聊不知道，聊完没聊完我也没看见，我就看这哎，那跟狗聊天呢，尽管那狗不说话。 What would you think？ 你可能会认为要么狗疯了要么他疯了，但是事实上疯了吗？那我们来看看。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dad and his dog， 让我来给你讲讲我的爸爸和他的狗这个故事吧。那么他的狗的名字叫 Pluto， 哎，布鲁通，以后你就知道 Pluto 这个名字很霸气，它是指冥王星哈迪斯的名字，叫 Pluto， 果然叫冥王。打几个例子啊？那同学们，于是有什么故事呢？来看看作者开始讲故事。After Dad gets back from work， 当爸爸从工作返回家之后 ，He says in the room， 他在屋子里说，或者还可能在哪说呢 ？Behind the door， 他为什么要在门后的说呢？那你读到后面就应该知道了。Pluto， come and get me， 起始句，快来抓我来，哎，跟他的狗玩捉迷藏，回来现在门后躲，就说 Pluto， come and get me， 哎，把狗比他亲儿子还都亲。那么同学们， then， 然后 Pluto 就 runs around。 那同学们，首先前面有个副词在修饰动词，什么叫 excited？ 兴奋的，白勺的，而 excitedly 叫兴奋地，拖也地，它是修饰动词的，就怎么样的跑啊？兴奋的跑。而它有一个介词用的特别好， around， 我们知道 around 绕圈，那你知道加这个 around 我鼻音啊什么 out 都强，你知道什么叫 run around？ 这是我们家房子，它怎么跑呢？绕着圈的跑， run around， 没问题吧？我到一个法国巴黎那块购物的商店特别多，哎，我都看不过来了，吵商店闹商店闹商店，我得怎么办？ Look around， 环顾四周，到处看。哎，我到了一个新花园，这花园真漂亮，我怎么走？我得到处走一走， walk around， 没问题吧？哎，你第一次来我们学校， Let me show you around， 让我带你四处逛逛，这里也是绕着圈，不过咱们中文一般翻译成
四处的跑，这狗兴奋的四处跑，一会儿去厕所，一会儿卫生间，这卫生间很多的样子，一会儿客厅，一会儿厕所，一会儿厨房，是这意思。为什么呢 ？To find， 注意 to do 都是为了怎么去 find， 为了去找到它的 lost owner， 它的 owner， 啥叫 owner 啊？主人，它的什么主人啊 ？lost， 重点形容词。那么一定记住 lost 形容词，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lost。再来一遍 ，lost。丢失的，不见的意思，既可以加人，也可以加东西。比如 ，Are you？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钱包呢？我钱包丢了，钱包怎么说呀 ？Wallet， my wallet， 既然形容词，加个 is 就行了。My wallet is lost。那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玩球，结果球丢了。My ball is lost。没问题吧？当然，有的时候经常对你说 ，Are you lost? You are lost. 什么叫你丢了呀？那不就是迷路了吗？不见了。当然 ，I am lost in Paris. 我在巴黎丢了，走失了，迷路了。当然，也可以说什么叫我们正在寻找 ，We are looking for a lost child. 我们在寻找一个走失儿童。那你看文章就明白了吧？他疯了一样的到处跑，为了找到他那个不见的、看不见的那个主人，就是他的爸爸呗。因为为什么找不着？要么在某一间屋子里，要么 behind the door 躲门后，挺有意思。When dad sits in his favorite chair， 好，该讲第二故事了。哎，当爸爸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干嘛呢 ？Reading， 注意，这时候用 reading 跟那个 see somebody 的读音不一样，我们管这个叫。现在分词或者叫 ing 形式，当表 doing 的时候，老师为什么能 read 呢？简单说说，因为你看啊 ，Dad sits in his favorite chair reading a book， 这是一句话吧？你这儿是一个动词了，你这儿在一个 read， 英文中不允许俩动词连用，这是规矩，所以必须把另外一个动词，要么加 to do， 跟那个 to find 一样，要么加 doing。当加 to do 的时候，往往表之后。他跑完了，为了去发现，一般我发现为了怎么怎么样，加 doing 的时候，往往表同时，老师跟谁同时啊？跟这个动词，这俩动词比啊，这个是先跑再发现，这是读和做，那你帮我翻译一个巧妙一点，当大的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同时读这本书，边坐在那儿边读书，能明白这意思吗？比如我写这么一个句子，你看怎么理解啊 ？I come here， 我来这儿。然后再来一个 shouting， 你怎么翻译 ？shout 不是喊吗？很好。如果第一，我不能说 I come here shout， 俩动词连用。那既然第二动词加 ing 去尾巴表示同时，跟谁同时啊？跟这动词，就是我来这儿，我怎么来？哎，我边喊边来，我这啊我就来了，同学们。于是你跑了。那我要这么写，你看的意思一样吗 ？I come here to shout， 很好。应该这么办，我来这儿再去喊，我就进来了，来这儿，然后啊，然后再回来，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慢慢体会，到初二我们会学这个语法，叫非谓语动词。啊，别着急，咱们学简单句。当父亲坐在他椅子上读书的时候 ，Pluto is around his feet。around 这里又 around 也绕圈，波是围着哪儿转 ？feet 老师不认识，你只认识单数，步行怎么说呀 ？on foot， 而 foot 的复数叫做 feet。因为脚一般都两只，它绕着它脚肯定要么在这俩脚前面，要么俩脚左边，俩脚后面转圈的躺着嘛，能明白这意思吧？那老师，那步行为什么不说 on feet， 非说得 on foot 呀、啊？人不都俩脚走路吗？但你琢磨琢磨，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不来回倒着走吗？你的身体永远会在你一只脚的上面。你能说你先怎么来的 ？I come here on feet， 我这么来的，蹦着来的，我在伸起双手，你们跑了 ，you came out， you come out shouting， 喊着就跑出去了，肯定不行啊。所以注意 feet， o o 变 e， 还记着吗？那同学们叫做围着他脚，而且这动作特别好啊。这狗啊 ，Pluto 围着他脚，并且呢头啊在咱们爪子上，我也摆不出这动作，我也不是狗，就围着他脚，然后头还枕着那手爪子。没问题吧？于是 Dad never says， 哎，爸爸从来不对这狗说 sit 坐，或者像那样任何东西，以及 lie down， 你应该这位都能猜，坐完了就是人的几大姿势嘛，坐或者站着叫 stand， 那这个呢，三大姿势吗？躺着，注意啊，接下来重点动词平躺上场，跟我读一下，各位一起来 lie
再来一遍 lie， 它的意思是水平的，躺着的意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叫做妈妈经常会这样说吧，你这天天一到周六周日，你看人家还学习，还弄个金币什么的，你看你天天在跟着趋势的躺在沙发上，你看网校的课也躺在沙发上看，还盖着被，左边还搁着瓜子儿。有时候好主意 don't lie in bed all the morning， 不要一整早上都给我躺在床上，这就 lie。 那于是你起来，那我就躺在沙发上吧。然后躺怎么说？lie， 在沙发上用 in 还是 on？ 很奇怪，答案是 on the sofa， 不能用 in 啊。虽然你觉得沙发软，但是你也是坐在它上面，不是坐在它里头，好被它卷进来似的。lie on the sofa， 不要躺在沙发上。哎，可以，周六周日啊，咱们在阳光底下躺着，那躺在太阳底下晒太阳 ，lie， 很好，太阳的 sun， 你能告诉我什么的 sun 吗？跟中文不一样，一定就这个词组，大家肯定会用 under， 在太阳的底下，感觉这是太阳，你是底下，没问题吧？那是不行的，因为这里的太阳其实不是那星球，是阳光，阳光整个是普照大地，你的身边都充满了阳光，而你是在阳光之中。用哪个介词啊？记住，咱们中国叫太阳下，英文叫 lie in the sun， 我躺在阳光下，整个浑身都被阳光所沐浴，没问题吧？这叫 lie in the sun。 那接下来你看一个词，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I lie on my back？ 我平躺，你是躺在沙发上，他是躺在桌子上，那个人躺在床上。什么叫我躺在我的 back 哪个部位？后背。什么叫我躺在我的后背？我那不就是 the dog now liesOn its back， 这狗现在躺的不就是躺着？中文没怎么办？怎么办？很好，仰面朝天的躺着，这叫 long lie on one's back。那同学们，有同学睡觉喜欢这样睡，趴着睡。那躺在哪儿呢？我觉得躺在某人的前面，不是后面了。那怎么说啊？趴着睡叫 lie on my 前面，不是后面了。Front 这个词就是趴着睡。还有同学喜欢侧身睡，那躺在某人自己的边上怎么说呀？叫 lie on one's side， 躺在一侧。注意这个表达，侧着睡，跟我读一下 lie on my side。再来一遍 lie on my side。 哎，仰着睡 lie on my back， 当然趴着睡一起来 lie on my front。 再来一遍 lie on my front。 还有同学更牛，阳光从天花板分别打到你的面部和臀部，这是怎么可能呢？有同学喜欢头这边屁股在这撅着睡，当然举个例，那我不会表达，基本三种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打头来往坐，或者 lie down 躺下，或者像这样的，或者站着 stand。但是狗一般很难站， he always stands。 取而代之他总是说什么呢？ Would you like to， 又跟人似的，你还特客气，你 do you want 都不用， Would you like 就是 do you want。 但是什么时候 would you like， 客气的时候，陌生人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您是否想喝一杯茶，您是否想跟我看一趟电影呢？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cinema with me， 但是他跟狗这么客气，还有人说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the shop with me， 那个 Pluto 先生，你是否愿意一会儿跟我勾谈物吗？Pluto and would， 然后 would you like me to feed you now， 你是否想让我干嘛你呢？好，重点动词跟我读一下 feed， 一定记住。再来一遍 feed， 它的意思很简单，动词。你看 what is the little girl doing， 这个小女孩干嘛呢？很好，有同学正在喂猫呢，而喂就叫做 feed， 而喂猫怎么说呀？叫 feed the cat。 你还喂过什么？有同学喂狗怎么说啊？feed the dog。 有同学喂过猪，当然这个很少啊，可能喂个荷兰猪， feed pigs。 当然 feed 叫喂，你说能不能加人啊？妈妈今天喂我点什么？这肯定没这么说，但是有个人可以喂，比如妈妈正忙着喂那个小婴儿呢。喂婴儿怎么说呀？ feed the baby。 因为 feed 这个词啊不能加人，它都是喂狗喂猪，感觉喂狗喂猪给把粮食就吃了，给猪都不用给粮食，什么那个泔水都吃，你人能说哎今天喂我点什么，感觉吃得很粗糙似的。但小婴儿无所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婴儿确实给他吃啥，对吧？你小时候也不叫妈妈我要吃牛排，妈妈掐死你，这不出现妖精了吗？所以 feed the baby 好像也可以，就像喂小动物一样，但是有时候也能加人，虽然很少加人。那你看啊，哎，在大城市生活压力真大啊，我现在每月才挣这点钱，我怎么样去 feed a large family？
哎，就我也这么说，我怎么喂这一大家子，真是喂不饱，甭自助餐了，每人能口有口馒头就不错了，还用 i 什么这个手机那手机，这别想了，这叫 feed a large family。虽然 feed 一般不加人，但是有的时候加小婴儿啊，或者一旦你说喂一大家子，也勉勉强强可以用，但基本加动物知道就可以了。所以他爸爸说，哎，你说喂就喂吧，还跟他说句话 ，Would you like me to feed you now？ 让不让我现在来喂喂你啊？那句 ，Shall we go for a walk？哎，注意重点词组，把它画下来 ，go for a walk， 我们去散步吧。因为表示散步，既可以说 go for a walk， 还可以怎么说啊？两个都要去记 ，take 或者 go for。散步很奇怪，虽然散步不可数，但都愿意加个 a， 就跟休息不可数，我们不也同样说 have a rest 吗？所以 take a walk 或者 go for a walk。所以同学们，我们俩散步去啊。那于是看接下来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那接下来啊，最后两段暂停一下，交给你了。好，同学，我们一起来看。Dad ask， 爸爸我问 ，Do you know you talk to your dog just like a man？ 你知道吗？你跟你的狗说话就好像一个男人。是谁像男人？不可能，爸爸，你知道你跟狗说话一样，你这爷们儿不是这意思，同学们是说你跟你狗说话，这狗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似的，你就像跟一个男人在说话，是这个意思啊，别理解错了。Dad looks at me， 爸爸看着我，怎么看呢？希望记住这个词组 in the eye。咱们中文老说盯着眼睛看我，你没有盯，就是往眼睛里目光哇，击穿我的眼睛，往眼睛里 look at me in the eye， 很奇怪啊，盯着我。那么，并且他只是笑笑 ，smiles。啊 ，yes I do， 确实如此啊。If I talk down to him， he doesn't respect me。那首先这个不好理解。If I talk to him， 如果能聊没问题。If I talk down to him， 感觉就是如果我就是往下跟他聊，就有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只能这么去翻译了。如果我跟他没好气儿的聊，我聊的不是很高扬，往下天。站着，就这种往下聊，滚，就这种感觉。那么于是他也不会怎么样呢？重点动词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respect。再来一遍 ，respect。一起来 ，respect， 尊敬。确实这样啊，他们说，就是说有的时候狗啊，你可能看着好像还有没有什么头脑似的，但是确实很聪明。说你要是大声跟他说，他会很生气。有时候你要哄他开心，还得蹲起来跟他平起平坐跟他说，他才高兴呢。所以确实，你可不要小看狗的智商，而 respect 叫尊敬。同样，我们说到学校，我们要尊敬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呀 ？Respect our teachers。哎，尊敬父母 ，respect our parents。当然，不光可以加人。哎，藏羚羊经常被杀坏，我们要尊重生命。怎么说呀 ？Respect life，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 ，respect the nature。所以记住啊 ，respect 本身是尊重，可以尊重人。比如这是谁啊？孔子被大家所尊敬。哎 ，we all respect 孔子 in China。当然也可以尊重生命，尊重动物。那同学们，那接下来往下走。如果你呀都不跟他好好的说 ，he doesn't respect me， 他也不会尊敬我的，没问题吧？我不跟他好好说，他也不会尊敬我。那于是这种就是礼尚往来呗，真是当人了。But if I ask questions， 但如果我问问题 ，then Pluto understands everything I say， 这次能认识吧？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understand， 再来一遍。Understand 理解的意思，我要是真的问问题，他确实能理解我所说的呀。可能狗确实通人性，所以我不怎么理解法语， I don't understand French， 所以记住这个词叫理解。好，继续我们往下，那么往下就看到下面一个词了，坚持一下。好，那同学们，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叫做 Pluto is always miss my dad when we go somewhere。当我们去哪儿，这是我们肯定喊着我和我爸爸去哪儿的时候，而这个狗 Pluto 经常是跟着我爸，那意思不跟我，对吧？跟爸爸亲嘛，要跟我的话，爸爸会疯了不可。Dogs love to play and need lots of exercise。狗都喜欢玩，并且什么叫 need 呀？情态动词，需要的意思。注意啊，这个词比较难去理解，我们来看看吧。情态词跟看一样，注意情态动词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如果你使用动词，一定要后面加一个动词，并且使用的是动词原形。比如举个例子，他需要明天来，因为明天考试。我要这样说 ，He 什么？To come tomorrow， 那么同学们或者 come tomorrow， 注意啊，你要不会用，你就想看他就最熟。你照猫画虎，他明天能来，你是不是得这么说啊 ？He can come tomorrow， 没问题吧 ？Tomorrow 写个 to tomorrow 吧。好，那同学们，你会说 he can 吗？不用，情态动词动物原形。这块是不是也用动词原形啊？
没问题吧？那你看，我又说 need 也是个情态动词，所以它的肯定句要这么说，叫 he need， 不要加 s 啊，动词原形 come tomorrow， 没问题吧？好，第二句，他不需要明天来，我这么着，他明天不能来，怎么说？你肯定会这样说吧 ？He can't come tomorrow。那你看用需要怎么说？那肯定是 he， 哎，本来 can't 否定叫 can't， need 否定呢，我们叫 needn't。哎 ，need not 吗 ？He need come tomorrow。当然，我来个疑问句，叫做他需要明天来吗？那他明天能来吗？你会怎么说？Can he come tomorrow？ 那当然，这里应该是把谁提前啊？叫你的 he come tomorrow， 没问题吧？就这三个句子它还有问题，到时候咱们讲前动词会讲，但你要知道 need 这句话是错的。虽然语法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记住 need 当情态动词的时候，如果加动词原形的话，它是不会用在肯定句中的，只有否定和疑问。如果你想变成肯定句中，到时候咱们初二学习情态动词再教你怎么去用，但这篇文章也就结束了，叫做它需要很多的什么叫 exercise 锻炼，可数而不可数，记住当 exercise 表提锻炼是不可数名词，表什么可数啊？表示你做的练习，脑力练习。今天我们要做七个练习啊 ，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7 exercises， 这就是它的区别了。I find that， 我觉得 that always takes a walk。刚才我说我散步，既可以说 take a walk， 还可以用哪个来了？他用了 go for a walk。你看作者多有意思，他词汇多。刚才用 go for a walk， 这回再用 go for a walk， 多土啊！所以我觉得 that 总是散步跟 Pluto。This is his alone time， 这是他独自的时间了，还来了吗？独自一个人的时间呗，不算那狗了这回。好了，如果明白的话，那同学们，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文章会出哪些题考我们呢？有三道题。第一题 ，After Dad gets back from work， 当爸爸回家的时候 ，Pluto 这狗怎么样？这就是细节题，问文章的一个部分。处理办法就是你找到这句话，在文章中找到原句，然后定位成功，把那本句画下来，本句就是答案。如果本句不是，它的上一句和下一句保证就是答案了。那你能迅速找到爸爸回家在第几段出现吗？你迅速找或者暂停找一下。哎，找到了吧，在第一段、第二、第三段，在爸爸回家之后，人问狗怎么样，你看他说啊 ，Pluto 来逮我，于是狗就逃遍了到处找他，所以狗不就过来找他吗？于是你选原句，你选的是很好 ，run 都没变吧 ，to find that， 他就换了一个 run around 而已。那同学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为什么爸爸总是跟 Pluto 散步？那同样还是细节题，那你需要的处理办法是为什么爸爸总是是带着 Pluto 散步，你就找爸爸带人散步，好像在第几段暂停下找，很好，找到了吧？ Dad always take a walk with Pluto， 不过本句不是答案，人家问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肯定是他的上句，因为或者下句，那你就看上句好下句好，他跟爸爸在一起当初狗需要练习，所以爸爸总带它散步。你总不能选因为爸爸想来一个独自时间所以把狗叫上了，你多自私的爸爸，就是因为爸爸心里孤独所以带狗，不是这样，他爱狗吗？狗得天天户外运动，那出去遛狗去吗？所以需要锻炼练习，你觉得谁是同一句啊？哎，大家有他立马给我选个 C，这狗需要锻炼，爸爸不需要锻炼，同学们这个一定看好，所以同一句不就是 Pluto needs to do exercise， 这是肯定句，你看 need 加了 to do， 而且加了 s， 这是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初二会讲 need 可以当实义动词用，今天我们说的情态动词最后了啊。那文章的标题题 What is best title for the best switch， 标题注意啊，选标题题绝对不是问的是你喜欢什么，而是说文章的主旨是什么？文章主旨在哪呢？有很多的办法，要么去首段、尾段找到跟他们相似的部分，要么就看这，比如一共有六段文章，你就看这每一段都出现这名词了，估计就是它了。比如这第一段学校的晚餐，第二段学校的晚餐，第三还说了学校晚餐，第四段虽然没说，第五段说了，那估计就叫学校晚餐。所以我迅速先看看文章的第一段，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和狗说话。对吧？第二段让我来告诉我的爸爸和他的狗的事儿，然后我的爸爸和他的狗又出现了，爸爸和狗这儿又出现了，然后爸爸你知道你在跟狗说又出现了，哎，这狗什么的乱了，爸爸看着我说怎么怎么着，是的，如果问狗怎么着，最后你看第一段说狗总是跟着爸爸，所以狗和爸爸的故事不就出来了吗？那同学们你选对了吗？跟我没关系，跟家庭没关系，
说狗生狗更不可能，所以答案就是 A 了吧？不知道同学们这道题选对了吗？如果选对了，同学们，那接下来有一篇文章让你练练笔，哪篇文章呢？那于是这篇文章我们一会儿会飞速过眼，因为非常的短，就是初一的期中考题。你把它读完，然后请做后面的习题，然后我们一起对答案，好吗？给你十分钟的时间，请掐一下表吧。做完了吗，同学们？那我们一起对答案，并且讲解的文章中标红的一些词，希望你也记一记。来看，年轻在日本通常 get up 早起在几点呢？所以有了细节题，迅速找早起吧。那当一段一段拦呗。生活非常艰难，对于很多日本的青年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go to a good school。对他们来说，去好学校非常重要，这不跟中国一样吗？甚至啊，然后去一个好的，哎，跟我读一下这个词一起来 ，University。再来一遍 ，University。上完好中学就该去好的大学了，也很难。中国也这样，对吧 ？I'm find a good job， 然后找一个好工作也很难。So study is very important。好，学习很重要，但这都没有人家说几点起。好，终于找到了吧 ？Young people get up at six o'clock， 六点起，所以这道题是白送分，只要能找到。好，那同学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来看第二。那大多数的年轻人在哪儿吃午餐？你就找到吃午餐那儿，那题不就出来了吗？那我们继续刚上那儿走啊。They have breakfast， 这吃早餐跟家庭，然后去学校。在日本校也七点开始，起床六点。那么五个小时的课以后，我天，比咱们还累，咱们也就上四节课。有学校比较牛，还有早晨晨读早自习，这个可能比他们还厉害。好，终于出现了 ，It's time for lunch， 该到午餐的时间了。It's time to do 或者 It's time for 名词 ，It's time to go to bed， It's time for breakfast， 没问题吧？终于出现答案了啊，在哪儿啊 ？Most young people have lunch at school， 所以也是一道非常简单题，在学校吧。好，那同学，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道题。哎，没有主旨题，没有问文章的主旨和标题，全是细节。他们通常学呀，什么叫 until 啊？直到吧，他们学到十一点，在哪儿学到十一点？没问十一点以后啊，是学到十一点在哪儿？那你就找那十一点出现的关键词。我们继续往下走，好，继续，刚才到，然后有更多的课，直到六点，没到十一点。但是那并不是结束，很多年轻人去 reading room 是什么地儿啊？学校的阅览室呗 ，and study from 从八点一直到十一点。那再看后面啊 ，When the reading room is closed， 当阅览室关闭的时候 ，then they go home， 他们又回家坐着一个 mini bus。大家知道什么叫 mini 吗？这不用我说，迷你吧，迷你裙不就叫 mini skirt， 没问题吧？当然 ，mini bus， 什么叫迷你公交车？咱们中国叫小巴、小公共嘛，就这个词，他们也有小公共啊。然后就坐着小公共回家了。那么，大多数学生。Don't go to bed， 在一两点之前都不睡觉。我不知道跟各位一不一样，希望大家十二点别熬夜。他们说一旦你熬夜的话，你举个例子，说你今天熬到夜里一两点，不是说你明天能争取更多时间，熬了一天夜需要用两个整天才能补回来，得不偿失，所以这个咱们不推荐啊。说大多学生啊，两点一点之前都不睡觉，对吧？为什么叫 in the morning？ 因为外国人认为十二点以后就是早上了，对吧？ And then the next day after just 4 or 5 hours of sleep， 只睡四五小时，又是 it's time to do， 又得起床了。所以他们真正十一点之前是在学校的阅览室，没问题吧？然后坐着小巴回到家，再继续学到个两三点。这篇文章非常简单，因为跟你有相似的经历。当然，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了。那么当然，大家可千万不要熬夜，对吧？千万别学到一两点钟不睡觉啊。那当然，更多资料去我的空间里去看一看。咱们还是老话，下节课我们同样不见不散。